星光大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星光大道主持人蓝心湄。其实呢，我老娘我三十几年以来呢，第一次主持星光大道，希望明天呢，媒体女士们还有先生们笔下留情。如果我主持的有点不好的话，哎呀 ，sorry， 在这里先跟你说声 sorry。哎呦，现在呢，马上呢，我看到的是两位的大师已经来到了现场，欢迎萧凯老师、孙华老师。没有错，孙华老师今天走的呢就是大香风哈。小凯老师今天走的哦，一样的是酷帅，是。老师来来来，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一箱行头。这个是制作单位特别有交代，叫我隆重一点。是。所以他们觉得我平常太随便。哎呀，结果一个太隆重。对，因为今天是冬至，没想到30度。对，今天是夏天。哎，是。孙华老师今天哈，哇，大香哎哈。没有，我本来没有想到我今天要走红毯，是，所以就临时挂上眼镜。哦，这个眼镜。看得到表示对得到焦距吗？看得到，有四台，有四个荧幕看得到，是加上联播，是啊呀，今天呢您辛苦了，要为我们担任这个评审的工作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来，请出去，谢。接着下来啊，哇，星光大道看到的第一组艺人已经下车了，来欢迎佩姐还有陈威。佩姐呢，哎呀，跟陈威呢刚刚呢在下车就是坐了387号公车下来的。387号就是387的意思。这两位将是什么意思？抢镜，什么意思？将是干嘛？这通常是抢镜位，抢对。今天太矮。哪一个是 A 位？这样。是，而且他很敬业的，星光大道的星光大道，他已经穿在身上。真的。在这。是不是？好。对。来，谢谢两位。接着下来，哎呦，看到的是这从凯迪拉克车子下来热腾腾的小柔。哇，气势很强哦，竞争很激烈，因为呢入围了最佳女主角。哦，没有，这边你这个看起来就是资深影后啊，是，对，而且是得过奖的，对，这得过奖。哎呀，哇，心机很重，而且他谢谢他在这个这一穿这一套呢，在星光大道之前呢还问我要戴项链好吗，我还跟他讲说要戴，结果他把项链拿掉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就是喜欢露沟，他有自己的个性。哎，是，恭喜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接着下来我们看到的是，哦，也是我们的，你知道吗，这个可以讲说是常常在颁奖典礼可以看到他。嗯，对，领了很多奖。哎，入围过很多次的金曲奖，有领过奖吗？有入围。哎，是，而且有歌后，入围10次，领了14次，入围一次，领了14次。好的，海军，恭喜，海军呢？可以说是帅，海军风衣我喜欢，风衣哈，走的是。是涂鸦风，对，是，而且它里面应该不要穿了。哦，是哦，厌世脸。希望今天能够拿下一座属于我的奖。哦，好，接着下来了，星光大道最后一位大明星，欢迎刘真老师。老师呢，今天穿了一套非常动感的，你知道国标舞的衣服，有绿动感，绿动感。哦，是，哎呀，然后有现场的媒体的，哇，大家都非常的热爱，辛苦了。那我们现在进场。